好，各位欢迎翻到嚟 Pokemon 嘅圣灰，系啦，圣灰啊，今次系第二集嚟嘅。咁我唔知点解咧，系黑黑地个天，我谂应该系佢个天气系统，唔系时间系统啊。我而家系夜晚拍呢个 game 嘅，咁可能就系有时间嘅系统，咁所以咧，咁个天咧就会比较暗啊，喺户外嘅话，咁就暗啲咧。其实我一开头都睇紧点解会咁暗嘅咧，跟住发现原来我而家系夜晚嚟嘅。好。咁我咧就需要练下呢先，因为咧阿小光咧要打两只小拳，分别小拳蛇同埋呢个大岩蛇嘅。哇，争啲掉我都要电翻石火，电翻石火一定要啦，哇！条尾巴可以留低，咁啊唔要好叫啦。咁其实咧我都几中意拍呢一个咩啊圣灰嘅，一嚟咧就可以知道剧情啦，大约知道翻剧情啊，因为我嚟紧咧可能会拍条有关Pokemon 嘅一啲动画嘅片啦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我系需要一啲资料搜集嘅。咁咁啱咧，呢一只嘅 game 呢一个改版嘅剧情咧，系跟晒呢个动大部分啦，跟晒呢个动画版嘅剧情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系会就好似上次咁咧，就一路玩嗰阵咧，就加翻少少动画嘅剧情嘅。咁就不过咧，我都仲研究紧点样放比较好啊，因为如果我成格画面，然后右下角突咗嚿嘢出嚟，就播动画好似唔系太美观咁个相。咁呢样嘢我会研究一下点样做好嘅。然后就系咯，我拍呢一个系列，顺便咧就可以做埋呢个资料搜集啦，揾翻呢个无印版啊。无印版嘅意思即系话第一季嘅 Pokemon 啊。好，同埋咧，其实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咧喺第一集里面咧。阿小子咧就挺身而出，就企喺比加超前面，之后就阻挡呢一个嘅猎嘴攻击，咁最后比加超弹翻出嚟就做低咗啲猎嘴。呢一幕咧其实几感动嘅，无论系我而家睇或者细个睇，已经觉得好感动啦。而家大个睇都觉得好感动嘅，系即系一个深深嘅友情喺度啦。呢啊比加超同埋小子嘅结缘啊！咁结完嘅一件事咧，咁之后比加超就开始听话啦。咁当然亦都系有电商啊小智啦。印象中好似都有几次嘅，不过就听话咗咯。喺第一集之后，好啦，咁我睇下而家够唔够打先。而家12 level同埋呢个12 level嘅比比鸟啊。咁因为落咗水嘅关系咧，即系呢个花洒系统咧，咁大岩石系怕电嘅。如果照平时咧，大岩石系唔怕电嘅。OK。咁我要打嘅就系小拳石同埋嗰隻嘅咩啊大岩蛇啦。咁暂时嚟讲咧系比较难打嘅，我用呢两隻嘢啊，因为暂时嚟讲系冇水啦，冇水同埋冇草嘅。咁奇异种子我就唔知喺边度有啦，系啊，暂时未有奇异种子噶啦，所以就冇办法。好，我哋试一试先啦。比加超根本唔系我嘅对手啊！嚟啦，首先电磁波先啦，摇尾巴，玩泥唔紧要啊，电光石火，电击啦，都系打唔同，哇，好大镬喎，其实都几痛下打人，飞沙脚，减低嘅命中先，烈暴风，一般咧，其实都系差唔多两招攻击。都系打唔通呢个小拳蛇啦，咁我谂可能要捉只真系黑属性先打得赢呢个小光啊，可能用呢个比比鸟同埋比加超打咧，系好唔明智一个做法嚟嘅。嚟啦，电，弹一下，电光石火 ，OK OK， 好啦，然之后大岩蛇啦，电磁波 ，OK， 之后再落雷会唔会即刻死咧？都系唔会嘅，系我死嘅变咗。唔通真系要升咧？升到好厚？呢一度有冇得行啊？喂，等阵先，靓仔啊，点解唔去挑战小光啊？佢有冇得再揾阿大叔？大叔呢个增强能力咧冇喎，喺度卖石仔啊，系嘛？岩石100元啊，携带后岩石技咧上升。哇，大镬啦！我应该点做好呢？
其实呢我记得呢阿小智呢就有呢个六毛虫嘅。上一集我都讲过啦，跟住巴拉蝶就走咗嘛，同另一隻嘅巴拉蝶远走高飞就掉低咗小智啦。咁其实我喺度諗緊要唔要捉返隻六毛虫呢，做一个过渡都唔错嘅。其实六毛虫有呢个超人力技啦，同埋呢个睡眠粉嘛。我印象中最记得就是阿巴塔蝶咧，系有两种粉啦，就系、是、分别系毒同埋麻痹啊，唔系，佢好似有三种粉都有嘅，系非常之好玩啦。细个觉得巴塔蝶系因为超能力咧，系都几痛下嘅打人。细个觉得啊，而家就麻麻地啦。巴塔蝶嚟讲，大个咗唔用巴塔蝶啦，已经。咁我点算好咧？呢度。呢一度嘅话睇得啲虫同埋一啲嘅系咯，得啲虫喺度嘅啫。呢一个森林，因为呢一个森林系专货专出虫嘅，咁所以咧我系冇办法揾到啲精灵嘅。但我记得喺石盘市咧就有呢个蚊香蝌蚪族嘅，但我唔知佢有冇改到啦。好，我哋再试多次先，冇理由嘅。睇睇先，换个精灵球。有咩用啊？半个精灵球解毒药、电珠、比比鸟、猎暴风。比比鸟会唔会有啲忌打痛呢？好似冇，我都记得系。嚟多次先啦，好。再唔多，我真系要升下你先。电磁波先一嚟，玩泥唔紧要，换重之后飞沙脚。飞沙脚，不断飞沙脚，屈佢嗰个命中率，好，不断系咁掉就得啦。好，已经降咗六级啦，咁我哋可以慢慢冚佢啦。但系应该系有排冚嘅呢度。哦，搞掂，都几快爆击咗两次啊！所以就非常快就搞掂啦。好，第二隻嘅大岩蔗嚟啦，电磁波。咁我哋呢一度用咩呢？电击先啦。OK， 哎，赢啦，可能。滚！哎呀，最麻烦就系咁，点算呢？而家飞行技完全唔通啊！咁啊，唯有飞沙脚啦，唯有。唉，唔得。好难打，我用呢两隻真系完全打唔入啊！睇一睇先，我而家嘅 level 系13啦，同埋比比鸟12，咁我谂应该升两三个 level 应该够打，咁我要升一升咧先。转头翻嚟，我翻到嚟啦，咁我头先就捉咗只六毛虫啦，咁就系男仔嘅，咁就将佢进化到俾呢个巴拉蝶做过渡虫咧，都系非常之好嘅选择啦。嚟啦，即刻打小光，你个电磁波先呢一度。咁之后就到比比鸟出场啦，飞沙脚佢。其实我谂唔好用比比鸟打好啲，好似用比加超咧，用呢个雷电，即系电击电佢咧，嗰、那个伤害好似会高啲嘅。OK 啦，咁啊直接用比加超打，哇大剂好痛，佢都打到十滴血喎，希望佢唔好打中我啦再。诶得啦，揸下电光石火 ，OK， 好嚟啦。之后咁我哋就转做电磁波先呢一度，咁我哋用六毛虫啦，六毛虫出嚟死嘅，之后到比比鸟啦，飞沙脚，再嚟飞沙脚，屈佢机啦呢一度梗系要噪音喎、啊，但系有，如果中到噪音嘅话都几大镬啊，减咗双防，减两下防御好似噪音冇记错，猎暴风冲击。一样啦，个伤害咁好似冲击会痛少少，咁我哋用撞佢啦，慢慢。好嚟啦，到比加超出场之后就电击啦。哇，唔好啊，嚟到啊死啦啩，屈大死啦。OK， 终于搞掂啦。我太偷笑你啦，所以我输咗啊。呢、這个官方精灵联盟啊，俾你嘅灰色徽章啊。OK， 攞灰色徽章啦。有副正徽章咧，令你更强大啊！有1400啊！喂，等阵戴上呢、這个39咩嚟咧？好，技能机啊，当你使用咧要谨慎岩石风啊！
我系要成为世界第一嘅自育家，但因为咧要照顾细佬妹啊，冇办法离开啊。我想你咧攞住个灰色徽章咧，代我完成我嘅梦想啊。哦，跟住佢老豆出嚟啊，喂，去啦，小光去追随你嘅梦想。系、哎、老豆、啊，我远走他乡，想成为世界第一嘅精灵训练家。但系咧冇完成梦想啊，冇办法咧去面对屋企人啊，因为我个失败者啊，我有愧咧，有愧于回到自己嘅家庭啊。但系呢一次咧，我决定要照顾好啦，你唔使再担心细佬妹啦，去完成当初我同你嘅梦想啦。啊，咁而家我开始咧要踏上世界上最伟大嘅饲养员之旅啊。好，之后走晒啲人。我而家决定嘅照顾我啲僆仔啊。好，啲僆仔即刻瞬间消失晒啊。OK。小哥不是应该跟住我咩？咩话？哎，尼比斯出面啊，那个可疑男仔咧，俾咗个买咗个石头俾我啊，肯定被人呃咗啊！我买咗一粒应该都不算咩啊？咩嚟噶呢个？尼比斯一再灰色石城啊！阿小哥咧，佢唔系应该跟住我咩？好啦，唔知边度有学习装置咧？哎，等阵啊，先生，打扰一下，点解？好啦，而家暂时嚟讲都唔太惊啊。好，你可唔可以解决我精灵进化嘅问题啊？咁即系搵外星咧啫，你咁讲。好，再电，铁甲用电啦呢度。咁一阵间入洞咧就系皮皮洞啊，月山啊嘛。啊，我嘅波波球咧超得意啊，呢个半丁。好啦。点解仲未有剧情？我想睇剧情。呢个系咪有小孩？唔系、啊，哇！野生嘅超音符攻击紧我啊！救救我啊！有啲咁嘅剧情咩？点啊？超音符，点知好似冇超音符，摸唔足啦，真系。哎，多谢晒救我命啊！外星研究家平田博士啊，因为咧月山咧点咗灯啊，导致好多夜间生活嘅蝙蝠啊嘛。我谂咧，佢哋睇中咗呢个月亮石啦。月石咧系由皮皮喺其他嘅星球带上嚟嘅，冇错，皮皮咧系外星人嚟嘅，唔该你帮佢啦。OK， 皮皮整个咁大嘅地方，你系咪有啲咩不可告人嘅秘密啊？喺度，哇，好光啊！呢个位突然之间，蘑菇蟹派拉斯，我带住个电系嘅精灵咧点亮呢一个隧道。哇，小奇怪。充电光石火，电佢啦，唯有电佢翻嚟仲痛啲。OK， 下一只睇唔切点，好似都系电虫嚟嘅，雷电球。揸下电光石火，搞掂，好犀利喎！比较超居然冇晕，一下到种子机关枪，暂时嚟讲唔需要住啊。有男女经过咗，经过呢一度啊。独角虫、铁甲蛹、铁壳蛹啊，应该系叫做呢只。铁甲蛹系绿色嘅，哇，点解嗰度有草嘅？有波波添喎呢度。神奇糖，呢、這个乜水啊？小偷，小偷技其实意外地好用嘅。如果个训练家有装道具啊，即系之前咧，我系抽中，即系睇中咗啲训练家有道具，所以用小偷技抽咗好多正嘢翻嚟，例如蒸饭嗰啲都有嘅。我捉起身精灵啊，俾我队伍咧添咗一个新成员，啊、又系呢啲电啊，再电，哎呀呢只唔电得啦，系咪电唔到啊呢只？咦唔系我都电到喎、啊，佢唔系地咩呢只嘢？雷系变咗半减喎、啊、应该，定系其实火红版都系半减呢？因为我冇玩过火红版，所以唔系好清楚。反而火红嘅改版咧，都有玩过嘅。好啦，泰拉斯，诶，受死啦，靓仔！我哋需要咧月石咧嚟提升我哋精灵嘅力量啊！最咩好味啊？又系你两个，电磁波先，捆绑，哇，又中毒，死咯！今次唔紧要啊 ，gas 弹即系呢个毒气丸啦、啊。飞沙脚先入嚟，烈暴风，哇中毒，希望咁样打得死佢啦呢度，中多两下就死啦，但系我唔知佢会唔会打到我啊，死啦佢，哇
争一下，我俾六毛重打先试下冲击。诶、欸，好啊好啊，我咁都打得赢，你六毛重得犀利，一个头锤撞死咗。诶、欸，即刻进化，好，进化铁甲勇即刻。我硬扳扳啊！呢一支火箭兵俾人打飞，虽然咧今次你赢，但我哋会翻嚟嘅。我得翻，喂大王，有冇解毒？有，但冇药添我，解咗毒都冇乜用。好，有冇药之类啊？呢度小拉达唔打，冇咩特别嘅话，我唔打啦呢啲精灵。我想快啲搵出口啊！而家。哎呀，唔想行我入去添，一到月山嘅山顶啊，超音福咧嚟唔到呢度噶。六毛虫，照旧都系六毛虫啊！呢一啲，好啊好啊，升呢嘅呢一个人用嚟，好。点解嗰个毒仲系毒紧嘅？系咪其实系唔会毒死嘅呢一个版？但系铁甲勇好似差唔多死了。我扣一滴血做下下，诶，嗰有月皮皮喎，超音波照电先啦。但我得翻四招嘅，哎呀，咁都俾你睇到喎。地鼠震级十，死埋，冇啦，得翻一滴血，出去就死咗啦。咦，脱皮喎，冲击飞沙脚，飞沙脚，唔系赢啦嘛，铁甲勇。唔系真系赢啊嘛？哦，输啊！几惊真系赢啊？系真系惊吓嘅。如果铁甲勇可以赢到，赢到阿地鼠嘅话，真系几犀利。其实好啦，又要行多转啦。而家不过唔紧要啊，我哋而家可以升一升咧先。其实入洞嘅话咧，比鸟都冇咩着数嘅，因为入面咧多数都系啲非人系啊，或者系呢只嘅安福、超音福。咁比鸟咧冇乜着数啊，用飞行技同佢打，虽然亦都系冇咩所谓嘅，我都可以练下嘅，其实唔应该净系练死比卡超。好，飞行技，防雨，穿山鼠，有电光石火未？诶、欸，有啦，即刻有，而家就行翻上去啦。超音福，好，吸血。吸血呢招技系冇乜特别嘅，系纯粹用嚟吸下啲精灵咯，即系可能你打野生精灵嘅时候咧吸一吸嘅，咁但系如果打对战就冇可能用到呢一招噶啦，完全系为咗过关而用嘅招式嚟嘅吸血呢一招，搞掂啦，波波，咁下一个咧就系水嘅华南市小霞。咁我谂应该系，咦，系由山顶望落去好靓啊！佢就话皮皮，我再来一次好啊！系咁用猎暴风，我唱歌，连环巴掌 ，OK 搞掂。其实再来一次呢招技咧，如果你用得啱嘅话，真系非常之屈技嘅。呢一个再来一次，因为我睇过好多嘅 Pokemon 嘅官方比赛咧，好多人用呢、這个。再来一次用得非常之好嘅个技巧，其实好啦，十五咩啦，照旧用地鼠啊，不过我都唔惊嘅，好搞掂，直接命中要害杀咗。呢条路系咪行上去山顶嘅咧？好，因为冇蚊怕水嘅关系，所以一路系咁撞怪。头先我去嗰个商店度睇过，系咪呢一度上面啊？冇记错呢一度上面系攞化石嘅，因为梦的光诶有啦，月石系咪？你想要得到月石吗？是，咦冇发生剧情喎？咦点解喺度？喂好啦，靓仔，我哋嚟呢度咧就系为咗个月亮石，将佢交出嚟啊！好，皮皮使用咗弹子弓，突然间产生个巨大嘅爆炸，好多嘢感觉啊！哇，你发现咗月石啊？皮皮咧骑紧肚啊！咁啊，多谢你由火箭兵团手上咧保护咗皮皮，我决定咧留喺度同皮皮一齐生活啊！我都月石系我嘅梦想嚟噶，相信咧有一日咧又会同皮皮一齐上月球噶。多谢你啊 ，Red 啊，小智啊，好，好过咗呢个嘅洞啦，
月山。好。好叫。我哋一个两个机嘅。有电脑喺度。喂，做咩喺度？有劇情啊，好啊，非常好啊，我最鍾意睇劇情嘅呢度。但等我陣先，我想去睇下下面有咩捉喺度。呢个小拉达。好，搞掂。哇，俾佢打咗咁多血嘅佢。好。之后问下嗰个警察，问下咩料先。啊，等阵你睇嚟好可疑喎、啊。啊，我唔係你認識嗰个军沙小姐啊。嗰、那个我阿嫂嚟，你叫我阿嫂呢，即係话你已经同啊上门市已经差有来往啊。或者呢你哋係问路啊，或者係遗失钱包，或者可能越狱嘅。啊，呢、這个你訓練家卡。好啦，我错啦。我对唔住，我怀疑咗你，但我真係要搵到啲逃犯啊。奇怪嘅係佢哋冇偷钱啊，佢哋偷咗一个吸尘机同埋一大截嘅胶皮管。相信大家有睇应该都知边个啦，我就大就唔剧透住啦 ,ok。我真的冇时间陪你玩啊，僆仔，你要自己行啦。好，哇，好贵哦，哇，超贵呢一个单车。系啊，呢、這个单车咧系我细个唔识攞嘅，但我记得系大个咗之后咧，佢系要攞个咩券啊？攞个嘅咩券？嗰、那个叫做单车券、优惠券，咁就会免费俾啦。小霞咧，问下小霞先。啊！你又揾道馆训练家，我哋三个就系啦，我哋三姊妹嘅美女嚟嘅。其实喺你嚟之前咧，已经俾纯白镇嚟嘅三个人咧打得好惨啊！而我哋咧全部住咗院啊，剩低咧只有独个金鱼啊，咁咧就唔使对战啦。我知道你想要咩啊，小海狮，蓝色徽章，你唔系想要呢个咩？想要攞去咧，只不过徽章嚟啫嘛。我答否咁啫，等阵。阿小霞佢都系管住，好啦，樱花姐姐，我呢场咧我帮你打。我话晒都系最细个四姊妹嚟嘅美女姊妹花啊，唔系应该系美女啊，三姊都系丑小鸭啊，都唔重要啊，小鸭咁快翻嘅啊，当咗跨口海呢、這个海口啊，哇你要成为伟大嘅训练家，绝对唔翻家乡嘅咩啊？你明明系顶唔顺啊，同我哋三个美女姐姐喺一齐啊，啲受落俾人其他人嘅比较啊。故意攞呢个训练精灵嚟当藉口啊！你点都好啊，佢系我哋唯一一个仲可以战斗嘅人啊！祝你好运啊，小霞。好啦，咁我如果答是，系咪即刻弹？应该小霞都系即刻弹出嚟。喂、okay? 啊，皮卡超唔想打啊，佢将佢做咗朋友，最好哇哇唔系啊嘛，哇冇皮卡超我点打？你唔系觉得我用秘料同埋呢只打得赢啊？阿小智喺你咧冇陪我单车之前咧，我唔想同你交手噶。不过冇得拣啊，你要攞到蓝色徽章打低我啦。好啦，哇十七呢啊，死得啦咁。哇哇反拳攻，好即刻飞沙脚装绝招飞沙脚先。好啦，水枪居用，哇大镬，哎死埋，点搞啊？冲击。我又要慢慢冚死佢喎呢一度，哇死埋！哇冇咗比加超，我仲点打呢场？我仲谂住靠比加超先练到咁高咧，点知比加超又遗弃咗我啦而家。好，我哋今集去呢度先啦。呢、這个圣灰，下集翻嚟打小霞。我升埋只巴拉蝶先啦，铁甲勇。如果唔升巴拉蝶，铁甲勇基本上系一无用处啊，除咗变眼之外，变眼都唔使用佢啦，系咪？好啦，我哋下集翻嚟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